欢迎回来，现在我们进入人气支持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榜单停止。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统计后台数据，我们也来问一下此刻两位选手的心情。钟毓轩，你的心情怎么样？很好，很好。赫兹，很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哥哥，我们一起加油吧。这里依旧是尊重青春、遇见偶像的腾讯视频《明日之子》终极战的直播现场。登录《明日之子》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听《明日之子》，奋发新生。截止到北京时间，现在是几点？23:27，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最后统计。23:26的时候我们截止的，对不对？好，有请工作人员。现在结果已经在我们的新推官的手中了，在钟毓轩和赫兹中间将产生本场最后一个晋级成功的偶像厂牌。小薛，各位，钟毓轩最后的得票数是137,6178票。我们首先掌声感谢所有在这票数背后支持钟毓轩的腾讯视频的网友们，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赫兹终极 battle 的实时人气，有请花花。赫兹最后票是1,428,234。所以谢谢花花，谢谢老薛，最后一位晋级成功的是赫兹，恭喜赫兹的偶像厂牌晋级成功，获得了超级666，请我们的赫兹回到专属的厂牌空间，谢谢赫兹。此刻在中间，今天要离开我们亭台的是钟毓轩。我们请新推官艺人送一句鼓励给钟毓轩。我来吧，毓轩，你还小，你已经比我出道的时候强了。我很惭愧，和我尽力了，好好的，
我们先谢谢我们的三位新推官，谢谢。